放他娘的屁！让我们不计损失，全力反击！你恢复于鹏程，告诉他老子的炮弹是用来保命的，不是用来听响的。于师座毕竟是老上级，这话，上级个屁！看于鹏程脑子里想的什么，老子不清楚吗？他是想让我们在前面替他挡枪，好保存他五十七师的实力。别管他那套，传我命令，都注意隐蔽，不许换气。是。拿老子当棒槌，没本儿！ 是，长官，谁叫你还击的？难道有这小鬼子欺负吗？他还多少子弹？还多少火炮？都打完了怎么办？难道跟鬼子拼刺刀吗？传奏命令，注意隐蔽。将军阁下，从几处炮击情况来看，中国军队并没有积极还击。亲王殿下认为是何缘故啊？我以为中国军队是不是调整了战略？难道 他们想放弃德岭？不，不是放弃，而是守不了。根据我的判断，他们不还击，是因为没有弹药，没有物资。德岭是讲的天奴战术的最大弱点。 中国军队真是毫无进步，只会墨守成规，怕在战壕里打狙击战。将军阁下，要怎么突破这道防线呢？你看，马上就要突破了。 八路都上来了，不管什么情况，把鬼子打走再说。打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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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们是哪个部队的？八路军游击队，我是队长郝明。你们是哪个部队的？57师一营营长雷大虎。将军阁下，我认为这次的失败，并不是藤原军指挥上的问题，也不是我们的士兵不够勇敢。那是为什么呢？一开始，敌人兵力明显不足，却突然之间又增加火力。 这说明什么？要么就是敌人故意示弱，引我军突进；要么就是敌人的援军到了。援军？不可能，所有的暗道我们都已经设防，即使我们布置的暗道，还有八木萧呢？八木的任务是坚持到京城，可是到现在为止，他还是没有回来报道。在黑暗中，不可能有人能打败八木萧。 藤原君，别忘了，你也曾经在丛林中被打败。根据我们的情报，这次带队的正是那个何平安。何平安，真想见见这个叫何平安的家伙，召唤奇迹的人。报告营长，幺八团三连连长老许道。 你小子怎么没跟邓峰一块跑啊？报告长官，我愿意报效党国，协敌共亡，绝不当逃兵。还报效党国与阵地协亡啊！刚才跟小日本打的时候，我怎么没看见你啊？刚才我奉了这位郝长官的命令，带领弟兄们去驻二号工事。你说什么？郝长官？他是你的长官呐？啊，不不，您是我的长官。 老雷，别吓唬他了，能留下来就不容易了，管他为什么。对对对，还是这位老弟说的对。放屁！什么老弟？这是何长官，我的长官。是何长官。跟您说实话，刚才啊，我不是不想跑，我是不敢，怕上军事法庭。我们连队是出了名的胆小，就怕违反军规，就都跟我一块留了下来。 诸位听见了吧？兵怂怂一个，将怂怂一窝，跟你们长官一个德行。是是是，长官教训的是。雷营长是吧？你们的人也到了，我们呢，也替你们守住了德令，算是仁至义尽了。贵军内部的事儿，我们就不掺和了。告辞。 不送。撤。郝队长，我想单独跟你谈谈。何长官，该做的我们已经都做了，没有什么要说的了。现在德令兵力空虚，离开你们，我们守不住德令。有我们一样守不住，就这么点人，要面对日军的主力部队，用句文辞。 叫天方夜谭。为了抗日，我郝明和兄弟们愿意牺牲，但这并不代表着我们会做无意义的牺牲。你笑什么？你多大了？25。怎么了？你腰间是不是有处枪伤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帮你开枪的人，姓于。于的。 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他有没有告诉你，他有个兄弟，9年前在唐德死了，姓郝。你就是贺龙的三杆枪，何平安同志。郝明同志，我没死，我向你报到。何平安同志，你见到于大哥了？他很好。 可是，他活不了多久了。你说什么？于大哥这次来唐德，是执行特殊任务的。他身上有病，随时可能会死。刘凡。
你和孩子上船吧，顺着河逆流而上，就可以到贵州。到了贵州就安全了，小鬼子一时半会儿过不去的。我们走了，那你呢？我还有点事儿，赶紧走吧，走得越快越安全。你是不是还要回唐德？你回去可就是死路一条。你别忘了，咱们的命，那是何平安拿命换回来的，你不能回去。我明白，可是我有我的苦衷，我必须得回唐德。我知道，在你心里头，就根本没有我们娘俩。小猴子，咱们走。从早上到现在，一直在给德岭发电，都没有回复，枪炮声也停了一阵子了。哎，明知道看不见，可还是要看。师祖，要不要派兵支援德岭？如果德岭已经在日本人手里，派兵增援就是羊入虎口。我派去的侦察兵，一个都没回来。再见，德令。谁干的？我问你，谁干的？是团座。团座说是怕你们来了之后用电台通知友邻部队拦截他，所以干脆毁了发报机，这样才能……我怎么……算了，你拿他出去有什么用？你出去。谢谢长官，谢谢长官。逮着邓峰，我非亲手毙了他不可。现在不是追究邓峰的时候。我们就这么一点人，当务之急是想办法如何守住德令。就剩这么几个人了，还怎么守？只能跟鬼子拼了。匹夫之勇。你再说一遍。好，那我就再说一遍。德令指挥部之下有四个阵地，哪怕有一个阵地丢了，日军就可以长驱直入，一举拿下德令。靠咱们这的人要跟日军的主力部队作战，靠拼命。五分钟，就算所有人都拼死了，德岭也只能守五分钟。我说错了吗？他说的没错，就我们这几个人，肯定守不住德岭。那你们说怎么办？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好老弟，你有什么办法？赌，赌。杜航天勇是个会打仗的人。我们在山下搜到八木萧的尸体，还有许多中国军人的尸体，应该是驻守德岭的部队。事情应该已经很清楚了，德岭上的敌军昨夜就已经潜逃了。事情应该已经很清楚了，德岭上的敌军昨夜就已经潜逃了，或者说。至少有一部分敌军逃跑了，德岭确实存在我们所不知道的暗道，应该是由于地势险高，无法大批量运兵组织攻击队形，这个暗道被八木萧发现了，并且狙击了很多敌军。你的分析很有道理，请继续。随后中国军队的援军到了，也就是那个何平安，他们杀了八木，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，不过他在黑暗中战胜了八木萧，带队上了德岭，加入战斗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觉得敌人兵力空虚，可是对方又突然增加火力的原因。应该不错。将军阁下，请让我带队攻下德岭。不，德岭已经是我们囊中之物了。暗道不可能大量的运兵，敌人的增援。也就是小部队，充其量也就是一个营的编制。现在118团又临阵脱逃，可见德岭是兵力空虚啊。跟我想的一样，敌人不可能有那么多兵力来据守四个阵地。不管他有多少兵力，只要我们集中火力，
突破任何一处，就可以长驱直入，拿下德令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这四个攻势都是恒天勇进攻的目标，只是时间上可能有早晚。我们要同时守住这四个阵地，至少需要一个团的兵力。可我们现在只有一个营，如果兵分四路，肯定是条死路。但是有一条路，也许能活。化零为整，以一当十。可是咱们兵力少啊，只能化整为零。恒天勇的兵力多，他如果从东南西北四个阵地同时进攻咱们，咱们只守一个地儿，那就完蛋了。我断定他不会。老弟，你又不是鬼子，你怎么断定他不会啊？就凭他是恒天勇，是跟石原莞尔、范存让并称塞鱼鸟的恒天勇，一个会打仗的人，是绝对不会在战场上浪费兵力的。所以，如果他发现我们兵力不足，他就会逐一试探，希望一举击破，而不是一拥而上，事半功倍。这个方法可行。只有一次，我们这次打中了，恒天勇还会打下一次。所以我才说要赌，而且不止赌一次，我们要赌四次，而且要次次赌中，错一次就满盘皆输。我们现在的武器和弹药是足够的，我们把所有的武器安置在四个阵地，武器不动，人动，只要我们打完一次，就立刻跑去第二个地方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原地居守可以，随时转换阵地有点困难。我看应该没有问题。这样，我跟何长官在这儿用其余指挥，你们在下面跑。你们俩站在高处指挥，鬼子往哪儿动，您往哪指，我们再从那儿跑过去，这样可以。怎么，我说错了吗？日军的推进速度会很快，等我们看清楚了，阵地早就没了。我说你是个大老粗吧？哎，你个土八路又冲老子来了！我雷大虎打了这么多年仗，那是靠真枪实弹打出来的。长官说打哪儿，我就打哪儿。你就这句话说对了。何长官，你下命令吧。我们第一个地方守哪儿？从阵地上来看，二号阵地前面掩护最少，相对来说，攻击起来比较容易。而且距离敌军阵地最近，就守这里。二号阵地，这个地方地形复杂，掩体较多，便于佯攻，而且距离最近，集中兵力从这里上去，一举突破，拿下德令。先打掉他们的长官。这样打下去，肯定吃亏的是咱们。快快快快快！你看到那个军官了吗？打掉他！只要打掉他，咱们一冲锋，鬼子就会撤退。为什么听你的？只要你们听我的，我就能打掉那个军官。好吹牛啊！你想怎么打？一个打那个军官的左侧，另一个打那个军官的右侧。只要鬼子的阵型一乱，我一枪毙命。枪毙命啊！多亏了二位营长的配合，要不然我可打不住。
走。这只是开始啊，下一步鬼子会进攻哪儿呢？下一个地方，下一个地方是哪儿？混蛋，一群废物！真是耻辱，既然败下了，那就打下一个。我就不信，他们能有兵力守住所有的阵地。何掌柜，要快，再不下判断，日本鬼子就冲上来了。只要再堵中一次，横天勇肯定就乱了。横天勇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？左还是右？右，肯定是右。我见过他挥军刀的样子。八个鸭绿，你们都是废物吗？竟然守不住一个阵地，素质，素质，素质！我就不相信没有兵力可以守住这三个地方，给我打！三号阵地，从三号阵地突破。三号阵地，不带装备，不要负重，快走，快走，速度快点，快，快！这帮兔崽子跑得可真快，年轻就是好。只要这次再猜中，横天勇就会失去信心。三号阵地已经攻打了半个多小时了，伤亡很重。看来他们兵力很充足。不可能，我不相信他会有那么多兵力。将军阁下，会不会我们想错了？什么？不可能，我绝对不会出错的。将军阁下，敌人占据有利位置，而且弹药十分充足，可我们的部队暴露在开阔地，伤亡太重了。那就叫他们先停下来吧，准备攻打下一个阵地。进攻哪里？下一步敌人会攻哪儿？二选一。刚刚我猜对三号，是我断定横天勇在第一次进攻失利之后，他一定会愤怒，而愤怒让他不去思考，凭直觉，然后去做出判断。可他毕竟是名将，经过这次失败，反倒让他冷静了下来。是一号，还是四号？到底是一还是四啊？是一还是四？一、四，
我猜不到，我猜不到。何长官，没有谁永远正确，你能做到这样，已经很棒了。我看得出来，你心思很重，嘴上说是赌，其实你是在用你的聪明才智推断敌人的行为。现在，横天勇已经被我们打乱了。如果大家想活命，这次我们就真的跟他赌一把。 四号，快！四号阵地，等等。这次他还会对吗？我相信何平安这小子不会错的。四号阵地出发，游击队，快！这一次，我倒要斗一斗运气了。一号，去一号。我去传令。等等。我之前每一次都出错，这一次不去一号，去四号。 将军阁下，这个时候，您的心不能动摇啊！我决定了，攻打四号。这鬼子怎么还不来呀？这次，不会是猜错了吧？要不我带人去一号阵地，保证万无一失。不行，绝不能分开。不管鬼子去一号还是来四号，只要咱们一分开。 就会被击败，这个时候要绝对相信和平安的判断，不能犹豫。只要一犹豫，就会满盘皆输。和平安，你可千万不能错呀！小鬼子，奶奶的！哎呀，赌运气这事儿。 说不准的。看，鬼子上来了。这次又赌对了，下一次他们肯定会打一号阵地。打！ 赌中了，赌中了！何长官，我们拼命，他们保命，拼命的永远比保命的运气好。 我已经下令撤退了。亲王殿下，我刚才犹豫了。身为主帅。 一瞬间的犹豫，就会带来厄运。不管是否能够拿下德令，在心理战上，我都输给了德令的指挥官。我真想见见这个人呢。将军阁下，只剩下一号阵地了，我亲自带人拿下一号阵地。 只剩下一号阵地了，无疑。 日本人会投入最精锐的兵力，只要这战能守下来，德令就算是暂时守住了。何长官，你能做我们的长官，是所有战士的福气。不对，怎么了？敌人不可能有这么多兵力，我们上当了。转向，再攻一次四号阵地。如果我的判断没错，四号阵地。 现在是空的，日本人还没冲过来，有可能。浩明，立刻派人到四号阵地看看，日本人很可能再回去。好，游击队，跟我来。
四号阵地并不是空的。什么？看来我的判断又错了。那就集中兵力，攻打一号阵地，争取有所突破。长官，我们应该怎么进攻？集中火力，全面进攻，碾碎他们！幸亏你让我们到四号阵地看了看，要不然真让小鬼子蒙中了，我们的枪声一响，小鬼子就被吓退了。守住阵地，就能争取时间。撤退！撤！
小时候就觉得这墙很高，为什么长大后却觉得比小时候看着还要高呢？小姐，您在这儿发什么呆呢？你身子刚好，应该多休息。常德第一大户，知道是谁家吧？您指的是沈家？对，就是沈家。我要让你混到沈家，帮我盯着沈家二小姐的一举一动。饭吃吧。哎，你怎么了？饿。快起来，快。你不是我们家的下人，不用为我做活。看你说的。我吃了您家的饭，总得干点啥吧？再说了，也不是一口饭的事儿。如果没有您那一口饭，恐怕我早就饿死了。我别的活也找不上去。我看家里的院子脏了，我就给您扫扫院子吧。真的不用打扫了，就让这个院子脏着吧，反正也没人在意。瞧您说的，您看您这么讲究，怎么能不在意呢？以后啊，我天天给您扫，保准给您扫得干干净净的，保证让您一尘不染。你不用担心，如果你想留在我们沈家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赶你走。虽然我们沈家空了，也不差你这一顿饭。小姐，您留下我了，谢谢小姐，谢谢小姐。你要想扫，就扫吧。哎。何平安，就是在沅江边阻击我们的那个指挥官。真想见见这个人啊。他们真的兵力充足？恐怕这是真的。可是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，他们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兵力？德岭是唐德的犄角，如果我们想顺利的拿下唐德，就必须掰断德岭这个犄角。唐德依靠德岭守护。而德岭的存在也依赖于唐德。牛角固然是坚硬的，想要空手掰断牛角需要天生神力，可如果牛头被斩了，那么牛角就自然脱落了。所以啊，我们要彻底的切断唐德与德岭之间的联系，这样我们就会非常轻松地拿下德岭。如果我们绕开德岭直扑唐德，这样我们就会腹背受敌。我们根本不需要绕过德岭，只需要让飞机飞过德岭，给唐德于鹏程送上点小礼物，让他忙于应对，无暇照顾德岭。您说的就是指这就需要非凡的勇气才能做出决定了。将军阁下，是该您做出决断的时刻了。至于勇气，请想想您的名字吧。彭元君，请通知你的兄长，让他在城内配合我们。嗨。看见没？土
楚八路还会修发报机呢。参加革命前，我在给一地主家的少爷当场所。少爷是学机电的，是个大学生，就是啊不好好读书，每次考试啊都是我去替考。就这样，几年下来，我也相当于学了一个大学文凭。老边儿，你也别吹牛，你要今天把这玩意儿修好了，我老雷给你擦皮鞋。还不是因为你，你摔的那一下，比登峰摔的还狠。哎，何老弟，你看见没？他要是今儿修不好，那是怪我老雷摔坏的。能用吗？通了。嘿，还真响了。郝明，我老雷说话算数，我给你擦皮鞋。算了吧，我们比不了你们。共产党不搞特殊，官兵都一样穿布鞋。再说了，我从来都没穿过皮鞋。真可怜。哎，还有这发报机，也没有完全修好。发报装置坏了，没有替代品。这台发报机，只能收，不能发。啊？那就是不能求援啊？那你修了个屁啊？哎，活一天算一天吧。许连长，您也要说这个丧气话，那兄弟们就没盼头了。你们虎贲出来的人呐，都是脑子缺根弦儿。现在咱们被人层层包围，那就是人家嘴边的一块肉，什么时候想吃咱，还不是顺口的事儿。那个何长官，不是把鬼子打回去了吗？打回去？那怎么靠不住？不是打回去，那是吓回去，都是假的。等日本人明白过来，大军一到，咱们就算是吹灯打蜡喽。那岂不都死定了？这活人呢，都死定了。咱们当兵扛枪的，活了今天没明天，多活一天都是赚的。许连长，那我们就没个活路了。早死早超生吧。是不是投了日本人就能活了？再说这种话，老子打死你！是，是，不敢说了。我去撒尿。七师师部6:23电，雷部是否已及时赶到德岭阵地？为何没有回复？速复。7:15电，德岭枪炮升级，敌军情如何？是否需要支援？速复。8:20电，德岭情况不明，疑为敌军圈套，不能轻易救援，真实情况如何？速复。10:34，德岭枪炮声已不闻，伤亡如何？阵地是否仍在我军手中？10万火急，速复。11:02电，已向孙将军部求援，孙将军已赶往德岭，务必坚守。11:15电，德岭已被日军包围，孙部已与德岭东南50里处驻扎，如有危险升级，即刻派人救援。咱们的消息传不出去，指挥部吃不准，德岭到底是在我们手里，还是日军设的伏击，所以不敢贸然派来援军。咱们现在是舅舅不疼，姥姥不爱，没人救援了。电报上说，援军不就在50里外吗？你当你是赵子龙啊？跑50里外，早炸成灰了。对了，山上有条暗道，咱们可以通过暗道偷偷下山。不可能，日本人不是傻子，就算他们昨天没有发现，不代表他们今天没有发现，他们一定把这条路给堵死了。可是，就山上这点兵力，根本无法聚首，只能求援。咱们总得试试吧。后面，不是老子瞧不起你们土八路，咱们一块扛枪打鬼子，总有几分情谊。要去，我去，我去，别跟我争了。
屁，快说！就不蒙上了。玩忽职守，导致军事重地受损。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连长，都已经这样了，还不如让他死在战场上。老许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说呀，何正官问你话呢。雷营长，雷营长，你怎么了？我怎么哑了？老许，老许，他被震聋了，把他带下去。你说到底怎么回事？报告。当时许连长带着我们看守军火库，突然几声爆炸，当我们反应过来，好多兄弟都被炸伤了，柱子腿被炸断了，老四也被炸死了。我没问你受伤情况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听第一声爆炸声，好像是手榴弹引起的。你确定是手榴弹？没错，就是手榴弹。那就是说，不是提前买好了炸药，而是用手榴弹引爆。之前发现什么人？没有看见别人接近过，倒是……快说！我们跟连长聊天的时候，陈阿生半截上了趟厕所，离开了一阵子。离开之前，他说了什么？连长说，我们都凶多吉少，我们都会死在日本人手里，但是我们可以尽忠党国，报效伪作。我们说重点。陈阿生他问，要是投靠日本人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活下来？连长打了他一个耳光。奶奶的，就是这个陈阿生，快去，还没下山跑远，抓回来！不用追了。人我们已经抓到了，何长官，我们的人发现有人鬼鬼祟祟下山，以为是个逃兵，就给抓回来。长官饶命啊，我也是被逼的。押回去，审个明白。给老子跪下！说，什么时候投降的日本人？说呀！就算是犯人，也不能跪着受审。你说吧，说清楚了，我给你来个痛快的。另外，我可以说你是烈士，报到你家乡，让你父母不丢脸。你小子听清楚了，这也就是何长官，要我的话早毙了你了。快说。长官，我是被逼的。被逼的？谁逼你？他是魔鬼。哪个人？说清楚。哎，你慢慢说。四天前我下了岗，出去偷酒喝，说实话，我是一个酒鬼，没了酒我就吃不下睡不着的，城里都空了，但是偷口酒还是不难。那天我没管住，喝高了。我问你，谁逼你当汉奸？谁让你说喝酒了？就是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赶夜路，突然有个人出来要抢我，我是扛枪的，当然得跟他打。那个人很怂，三两下就被我制服了。他跪在地上求饶，说让我放过他，愿意为我做任何事，说我看谁不顺眼就替我杀了他。我当时喝多了，想起排长因为我喝酒打我，就说你真有能耐就去把排长杀了。我还告诉他了部队的番号，谁想到第二天排长就死了。他是日本人？对，他是日本人。他找上我说已经帮我把事办了，轮到我帮他了，说我跟日本人合谋杀死军官，已经是汉奸了。我实在没办法，是被逼的。是他让你炸了军火库？也不是，临出发前我收到一个纸条，让我伺机杀了领队的军官，只要我杀了军官，割了脑袋去投靠日本人，我就能……能什么呀？能升官发财，长命百岁啊！是，还是你怎么不把老子脑袋割走啊？我不敢，我知道我是一个汉奸，我是混蛋，我不能再害人了，所以我想，炸了军火库，也一样可以。这个时候你跑到日本人阵地，他们怎么可能信呢？他们给我盖了一个印。什么印？他们说是藤原家的徽章。
恩公，怎么样？沈家小姐把我留下了，她让我在她家做下人，你有什么吩咐，就尽管说吧。 将军，空投已经准备好了。天黑之前，如果还拿不下德令，就得唐德指示空投，绝不能让唐德有援助德令的机会。是。我们仍旧还是老百姓。 是的，恐怕米山大哥还是那么喜欢烟花。在夜晚用烟花来指引空投，真是既美丽又残酷。烟花？是，小姐说她喜欢看烟花。还有什么？她好像说什么爱情，说爱情就像烟花一样短暂而美丽。 看一眼就让人难以忘怀。嗯，他果然是这么想的。小姐看上去好像很不高兴。他在想人吧？啊，他是在想您吧？是我吗？您这么关心沈小姐，他一定是想您。他想的人不在城里，他想的人。 马上就要死了。哦，那好啊，沈意思很快就会忘记。沈小姐所爱的人都已经死了，那你应该让她想您呢。你说的对，我应该让她想我，对吧？对对。哎，对了。 你刚才说，他想要看烟花，是，小姐是这么说的。那好，今天晚上，你把他引到院子里头，我要让他见到全世界最美的烟花。对，天空中的烟花的确很美丽。 吊炮，吊起山炮。 把敌人的阵地给我轰开。山地作战，要调集山炮，就需要把山炮拆成部件，用马匹运上去。只是这需要耗费大量时间。时间还来得及，只要四门山炮，就可以把敌人的阵地轰开。天黑之前，拿下。 鬼子怎么没动静了？我想不会这么简单。天黑之前，小鬼子绝不会停止进攻。雷营长，雷营长，哎，老婆，雷营长啊，鬼子要用炮，用炮，用什么炮？小鬼子用马往山上再运山炮。鬼子这是要用重武器呀、啊！你看有多少炮，多少弹药？有四门山炮和一百枚炮弹。四门山炮，一百枚炮弹，照这个强度，只要一刻钟。 一刻钟，鬼子就能轰开咱们的阵地。弟兄们，加入虎贲军的那一天，对着青天白日星，我们是怎么发的誓？ 保卫国家，宁死不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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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有种，弟兄们！当兵的那一天，就知道有今天。与其让小鬼子的炮轰成灰，不如跟小鬼子拼了。如果谁能干掉横天勇，奈何桥上，我老雷背得过去。不行，没有和平安的命令，谁也不能去。什么？立刻带上人，把雷大虎给我带到指挥部来，绝对不能让他冲出阵地。是。杀鬼子！杀文天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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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弟兄们，一队跟着我从中间掩杀敌人，二队跟着马营长从背后掩杀敌人，尽量先军官和炮兵下手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这辈子能和诸位一块儿扛枪入伍，保家卫国，是我雷大虎的荣幸。出发！老明，你什么情况？我是在执行何长官的命令，他让我带二位营长回指挥部。老明，你知道我带弟兄们干什么去吗？去堵鬼子的枪眼儿，用弟兄们的命换你们的命。如果能杀了横天勇，不但德令得救了，连承德都得救了。这一战事关生死，你给我闪开了。雷大虎，我告诉你，我拦你是为了救你。这一局你们肯定会输，不光你会死，还会连累兄弟们跟着你去送命。放屁，不用你管这闲事儿。弟兄们出发。好明儿，你个土八路，老子到现在才看清你的面目。老子带着弟兄们在德安拼命的时候，你们他妈躲在鬼子后面打游击；老子在上高会战的时候，你们还躲在鬼子后面打游击。老子现在带着弟兄们去跟鬼子拼命，你出来拦着我，你给我滚开了！你来，冲这儿开！从这儿打！走了！你们都是抗日英雄，我不开枪，但如果谁要是冲出这个阵地，先一枪杀了我！浩明，你阻止老子行动，就是迫害抗日，我真可以一枪毙了你！闪开！队长，我看国民党就是想趁机陷害你。陷害我们呀！闭嘴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我们的枪口能对准中国的军人吗？雷营长，我这次的抗战任务就是把你们带回去。你要知道，我们共产党为了完成任务是绝不怕死的。你可真够命的，你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？那就开枪吧。我闪开了，要不然下一枪就是你脑袋。好，刚才雷营长说过，说我们共产党是躲在鬼子后面打游击的缩头乌龟。现在我想请二位营长和虎贲军的战士们都看看，我共产党是不是见了鬼子就后退的孬种。当兵的，什么最容易？死。当兵的最容易的就是死。你带人冲出去，
没有掩体，没有火力掩护，没有后援，没有策应，所有人就是一个死，这最容易了。这不是勇敢，这是愚蠢。当兵的，什么最难？那就是活下来。执行命令最难。命令冲锋，前面就是悬崖，也都得给我冲上去。命令原地待命，就算全身着了火，也得一动不动。虎贲不是精锐吗？为什么没有我的命令就冲了过去？你这是给虎贲抹黑。好老弟，我错了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也对不起八路兄弟。何长官，我们还是说说眼下吧。日本人把山炮调过来了，怎么办？我们需要牺牲。我知道，虎贲的将士在这边旗下用自己的命发过两个誓，一个是宁死不退，另一个是同生共死。宁死不退，同生共死。宁死不退，同生共死。宁死不退，同生共死。可眼下被围在这山上，鬼子的大炮就快运上来了。横田勇是想硬轰平这德岭，把我们一个个都炸死。所以，为了顾全大局，我只能求各位兄弟为师了。何长官，下命令吧。虎贲坚决执行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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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留下十个人，与敌人同归于尽，争取时间，确保余下的县城等待援军。十个人，需要十个人，谁愿意，谁就留下来。我愿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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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愿意。弟兄们，都别争了，我知道，你们没有一个不愿意的，还是按老规矩。跟我雷大虎最老的老兵宣战。连长，别忘了还有我们呢。这是虎贲军的事儿，不用你们游击队掺和。那可不行，现在既然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，那不管是打是留是生是死，我们都得掺和掺和。这面旗不是我们共同的旗，但这个国家是我们共同的国家。为了抗击侵略者，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，就应该同生共死。好，既然是国共合作，那就应该同生共死。你们一人点一个，点到十个为止。陈志国，到。孔安辉，到。张光祖，到。王继超，到。李二蛋，到。刘志伟，到。张三郎。冲锋，占领阵地。兄弟们，如果有来生，还要杀鬼子。杀鬼子！
用他们的死换来我们的生。敌人经此一战，无力组织进攻。我们有一个晚上的时间，可以争取援军，守住德令。这一切是他们用生命换回来的。他们与敌偕忘，英勇壮烈。他们没有消失，他们每一个人都活在我们身上，活在我们每一条枪、每一颗子弹里。烈士不死，虽死犹生。